大家好，今天是非常欢喜，真欢喜。为什么特别要过来跟我们燕真姐来加油打气？大家知道我是坐飞机过来的，我不是坐火车、坐高铁，我是坐飞机，专程坐飞机过来了。哎，给我们的燕真委员欢迎！谢谢。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每一次的选举。大概双个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的长辈，不管是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我们在工作、在家庭的努力，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们下一代要有美好的未来，我们市政府就需要有好的政策。市政府呢，要有好的教育政策，我们市议会。就不能缺少一个对教育专业认真的议员，大家说对不对？所以我想要请问大家，高雄市议会最关心儿童的议员是哪一位议员呢？洪建珍。是哪一位议员呢？洪建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11月26号，为了我们的儿童呢，一定要投给洪燕真，对不对？
彦真这个议员呢、啊、哈，大家也都知道，连任好几届了哈，五届了，第六届哈，很快要连任第六届。这个五届六届哈，是几十年的青春啊，几十年的青春都奉献给我们高雄的市民。那大家一定会想啊，你讲哇，已经连任一届一届又一届，这届是一定是破洞了嘛？大家是一定安尼想，对不对？但是要跟大家报告，选举啊，选举啊，票没有开出来以前都没有是透头的，所以在11月26号那一天，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投给几号啊？10号。投给几号？没听见几号啊？10号。那一天我们一定要投给10号，十全十美，对不对？跟各位报告啊，我跟高雄也是有很深的渊源啊，而且是三民区。因为我阿嬷就住在三民区，住在前面那里。我阿嬷今年这个107岁，哦，快要碰见了吧？高寿，高寿，好。那个前一阵子我姑姑跟我说，小珍啊，我叫小珍啊，我也是珍，那我是小珍。我姑姑说，小珍啊，你要来高雄看看阿嬷，阿嬷最近有点失智啊。我说，哦，110岁有可能嘛，年纪很高了。我赶快跑去看阿嬷。就把阿嬷一见到我就跟我说，小珍啊，我头前、哦、我讲国语好了，头前拔掉他玩那个四色牌输了2000块，你要拿一点钱给我。所以因为那个证明我阿嬷没有失智。所以我们的议员哦，在市议会啊，不但要顾老也要顾幼啊，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曾议长或是我们彦真议员在高雄市议会为大家的努力，对不对？为了我们的长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11月26号，请大家一起来说：同彦真，同彦真，同彦。